咱们今天剧给大家带来这个奥特曼的恶心话，喜欢咱们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或者是点亮上方的小爱心，给咱们一点小小的支持。这个是什么？磁力怪兽啊！磁力怪兽闪亮登场。砂漠の人々を襲う怪物アントラを食い止めるため、ハヤタは立ち上がる。哇，这家伙好大，大骨变身，上去揍他！这小子把你裤脚给搬断了，是吧？再来一下，帅！哦，这家伙力量好大，是吧？哇，这一拳下来，啊，直接把我们砸晕掉了。不好，咱们得反击了。哇，哇，这家伙！现在把我们拖到土里面去了，好不容易才爬起来。哇，这家伙太嚣张了，这是咱们对战的最厉害的一个怪兽。来放个大招，操你小呀！这个在我们面前挺嚣张是吧？对不对？完美。好嘞，咱们继续下一关。看咱们这一关的这个怪兽，怪兽无法地带啊、哦，没有法律的地带是吧？这个是什么怪兽？你搞成中文了是吧？哇，这是咱们的战斗机呀、啊！you